在高木江龙就开了。 就是，为何这样看我？灵魂是牺牲的征兆，可有特赦的安装？放心吧，如果小心，以后严重人以特赦处理。明秋是谁？根据菩萨传来的消息，三高已经全力追查，我明白了，请代我照顾玉逍遥。 放心，我的专业就地天桥。这是一件大周期转告我，逍遥当初所失踪，想要等我两人通过顶天都之时，一同分享。那你应该自己搞好伊，我另有计策，必须找大周期厘清。那此刻，就算我代为保管，多谢你，请。 我为何奇怪感觉？所有因果冥冥中自有安排，既有因便有果，既有果便该行。 进入大入红尘，五毒之事必须遭命，如闻之变必须厘清，生死有命，风多轮回，万万相不合时了。小相公，今日选择金命，是想挑天理。 何不和殿下失去福德的性命？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会挺身而出；只要能挽回一人，我就会全力以赴。哪怕再是千错万错，我一往不羁。芸芸众生，谁能逆天之威？天地为我，一定丹心。 云洪天，哦，你鬼片比鬼雷声比热，自己小心。感谢大师一路相助，请。我这副英雄单片，不愧是一个神之红姐，不愧。 天浩鸿，敬天地所不敬，观无边所不破，观金贵所不换，破即我所不破，如何无情，不如无生。